跟他真的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放开！你听我解释一下嘛，木兰。不用解释了，他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你。木兰，咱们好好说行不行？不要这样子。没事的，杨晨哥，你们之间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了，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这些都是我比不了的。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女孩，没有学历，没有文化，比不上他。我只会给你做做饭，洗洗衣服，你累了的时候照顾你，生病的时候不离不弃。可是这些对你来说好像每个女孩子都能做，而且你也不要不承认了，其实你对他还有感情。怎么会有感情吧？我昨天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已经删除了？你们只是存在一个误会，这些感情埋藏在你心里，你永远都抹不去的。而且你们还亲了，还抱了，而且你也没有拉黑他。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拉黑了嘛？没有，你在你手机上面还留着。其实杨晨哥，我不想说这些，真的。我手机上面哪里有？哪里有？你看一下，哪里有？哎，你看一下，哪个地方有？就是这个女神，给你，我不想看。女神。嗯，一个小春花。是这个吗？那我们发了什么信息？他说他很想你，然后你还亲了他，你还抱了他，他也亲了你，抱了你。啊，这样？哎，莫兰，你放心，他是有老公的人了，我跟他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是没有机会的，知道不？不是，杨晨哥，你有老公，你怎么还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你这样是不对的。不行，有老公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了。莫兰。你想不想知道他是谁？要不你打个电话过去看一下，你发个视频过去，你看看他朋友圈也行，好不好？再看真的是不好。没事，木兰，有的时候呢，我最开始听你这个话挺酸的感觉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可爱，好好笑啊！你看看朋友圈，看别人朋友圈不好吧？那是我妈，你进去看一下，要不你打个电话给她。不好意思，杨晨哥，哎呦，笑到我了，木兰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我知道你挺在意我的，也挺在乎我的。可是杨晨哥啊，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错，他在生意场上能帮你，生活起居上面也能照顾你，但是这些我是能做不到的。然后我也不会陪客户应酬，也不会说在生意上面给你任何的一个帮助，我只能所有的一切我都不需要，只要有你的陪伴我就够了。木兰，你看咱们辛辛苦苦的，是不是我们也创业了？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？对不对？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正在做着，对不对？有你的陪伴就够了。可是我怕你会后悔的，杨晨哥。而且你做的也不差呀，你比所有人都好。我就这样子跟你讲，任何一个人来都替代不了你的位置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要走吗？来过来、啊、你过来，你不是要走吗？走，咱们走。来，不是要走吗？不走啊。现在不可以反悔，咱们必须马上走。来，上车，上车。到了，下车吧。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呀、啊、这个我不是说给你一个惊喜吗？你心下来了。你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啊，挺好的呀、哦、这风景都很好是吧？对啊、哦、你再过来看看这边干嘛？来吧，你过来嘛。你过来进来看一下。不是，我也别家的钥匙啊。就是有个爷爷嘛，他跟我说这里有个房子让我过来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把这里租下来了。你看看这个房子你喜不喜欢？不是，看一下。不是，杨晨哥啊，你不会是因为我才租的吧？
我真的没事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油管的房子也挺好的，我们也不在乎这些。不是，你也知道，你看前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好，是不是？那里的天气也很热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租个房子吧，租个房子会比较好一些。不贵的，木兰，你看他这里就两个房间嘛。哦，对了，他这个房间是不可以用的，而且这个房间他只要100块钱一个月，很便宜的，你不用担心。100块钱一个月啊？对呀。怎么会找这么好的房子？反正你别管了嘛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过来看看，到时候，他这个房间不能住嘛，我们到时候就住这个房间啊，就这个房间，这个沙发我们到时候拼在一起，然后铺个席子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房间也挺大的。对，啊，关键是你满不满意？不满意咱们再放。不放，我都觉得没必要租，然后能省一点事情。啊，那就是满意了。对，你再过来，过来，再过来看看这边。我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，就说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煮煮菜，然后在上面晾晾衣服，都特别的方便，你觉得呢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水塔，这水塔这里还可以放好多水出来，都不用去挑水了。怎么这么好呀，你骗我吧？这房间也很好，房间也很好，又有水。我真的没骗你啊，小傻瓜。满意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好啊。好，那行，那你在这里先坐一下，来，你坐在这里。我坐那你干嘛呀？你坐，坐一下看舒不舒服。你坐一下。啊，对，你就在这坐一下啊，我搞一下卫生。啊，我跟你一起弄啊。没事，我先扫一下地嘛。我来，我来。再撒一下水吧，这个。撒一下水。嗯，那个水在哪里啊？我拌一下。在外面啊，在外面。那咱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了。哦，我们搞好卫生吧。好，行，走吧。